妈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蒙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你那眼睛喘气儿的，把钱放下，别干了。 不是，海鹏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又帮人家，又背人家，那为了什么呢？就闹了半天，你这没看上人家呀？不，我就奇了怪了啊！我帮过谁，我背过谁，我就得娶谁？你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呀？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姑娘，就别招惹人家呀。我什么时候招惹她了？海鹏，你不是说的？ 海鹏跟锦霞两个的亲事，是他两个人都愿意的吗？没有，是乐意的。我跟锦霞，我们俩都说好了。海鹏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别说了，锦霞，你呢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呢，我对你没那个意思，你也就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。还给你。 刚才说那些话都是开玩笑呢，逗你玩呢。逗你玩？你当说相声呢？什么意思呀？你当着我面说的时候，可不像逗我玩。说出去的话是泼出去的水。